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出错出在哪儿了？就怨他，张仲维不好好演。你怎么血口喷人的？我什么时候不好好演了？哪个没认真演呢？再说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我们是干啥的？这有服务员，有经理，还有保安，俺们根本就没演过戏。这是为给朱爷爷治病，我们这整这样，你瞅瞅这都整啥样了？给演的，俺们演到有程度就不错了。什么玩意儿就不错了？啥玩意儿啊？我喊冲锋，你们三个全是伤员，全倒地下了。完，两个搁那救命的，就剩我一个傻小子搁山上跑。我让你跑的，杨总啊，我声明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事绝对不能怨我。俺们我怕啥的？我跑到前面去，人家跟咱们对峙，我词儿我对不上，我跟你对不词儿，我说不好听话，我给你整漏了，怎么整啊？这事啊，词儿对不上怨谁？我不告诉你学习学习吗？咱们丰富一下那个年代的知识，看看电影。你咋怨我看？你咋不看呢？你啥事老怨我？演不好怨我，演不好怨我，你老怨我。行了行了行。王木生，你爸现在身体什么情况你知道吧？这个事儿如果我告诉他，他的雪上加霜更严重，你知道吗？不用告诉我爸，我们自己解决。你能解决吗？你怎么解决？实在不行啊，我去把那个疗养院院长接过来，问问他有什么方案。指你们，这也够呛。行了，大家也别练了，解散吧。你老跟我犟啥呀？那本来说了，王总，我就说一件事啊，大家把这衣服都好好穿啊，别整埋汰了。我租来的，整坏了我还得赔呢。瞅瞅呢，看电影呢。什么人怨我？怨不怨我？你怎么上词儿怨？你这演不演不上词儿，你老怨我，你怨我怨我怨你。朱团长，你醒了？头有点迷糊。没事吧？今天什么日子？啊，今天什么日子？您忘了？现在几点了？上午十点。坏了，总指挥部有一个重要的会议，怎么没叫我呢？你看这事。朱连长，总指挥部通知我，让我传达给您。传达给我？那我记一下。你说吧。前方作战一切顺利，但总指挥部接到重要情报，敌方已经知道我们的根据地了，并派出了轰炸机。在我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之前，必须得原地待命，防止敌方对我们产生不必要的伤亡。敌人这么快就知道我们的据点了？赶快去通知所有人，原地隐蔽，不许随便走动。是。妈，你给我看看呗。妈，你给我看看呗。杨总，这本日记呀，是朱大爷亲手写的，里面记载了从入伍到现在所有重要的事情。我有个想法。赵院长，咱俩的想法能不能是一样的呢？你说，如果按照朱爷爷日记本里的内容陪他演，对他恢复记忆是不是能有好处？能不能就是把他的记忆连上？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杨总，您觉得呢？这也是个好办法。与其像现在这样，我们摸不着头绪，一会儿50年代，一会儿60年代，你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，我们确实不太清楚。现在有了这本日记，我们就能按照日记里面的场景去帮他恢复，这样能更准确一些，也能对他记忆恢复有一个更好的帮助。咱们想让他恢复记忆，这不现成的记忆吗？你说这方案可不可行？可以试试。那我就落实了，谢谢赵院长啊。不客气，你上点心，别弄丢了啊。不能不能。赵院长，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，我们现在确实摸不着头绪，有了这本日记啊，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。不用老客气，应该的嘛。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。好，谢谢你啊。我把大家召集过来呢，主要想跟大家说，这段时间大家确实很辛苦。我在这儿呢，代表大拿先谢谢大家，给大家鞠一躬。谢谢。
自从朱大爷来到我们这儿，大家确实很辛苦，没日没夜的一起跟着忙活。听说富贵也受伤了。没事儿，没注意就崴那么一下，没事儿。实在抱歉。杨总，有啥事儿你就吩咐，因为我们成立这个帮办团就是为了给大家做点事儿。另外，这个朱爷爷是个老英雄，帮他恢复记忆，我们也责无旁贷。对，太好了。那接下来的很多事情可能还需要大家帮忙。朱大爷之前一直在疗养院疗养，今天我就把疗养院的院长赵院长给请来了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大家欢迎一下。赵院长今天过来也是想给我们讲一讲，可能有更好的方案。因为现在呀，大家伙对朱大爷的现状都知道，他记忆呢是混乱的，但是这个记忆呢是可以引导的。我手里呀有个日记本，这个日记本呢是朱大爷自己亲手写的，里面记载了他入伍直到现在所有的事情。我跟杨总呢还有木生研究了一下，就是顺着日记的线路从入伍一直演到现在。我觉得演完之后大爷的记忆几乎就恢复了。赵院长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朱爷现在都快90岁了，那一直演到现在得演多长时间呢？不是青莲，你问的话就像没长心似的。咱不用演那么长时间，就是按照日记里边关键的重要的这个环节，这段日子咱们演好了就行，咱们去陪他演。哎，是的。我觉得这办法好，真好啊。我代表马忠啊，咱们绝对支持啊。你表个态。支持，绝对支持。我也同意。大家伙有啥意见没？我们也同意。我们都双手赞成。木生，这事你就安排，你指挥就完事儿了。对，好，那我就说一下接下来咱们怎么办。好，这篇日记呀，朱爷爷写的第一篇叫《重生》，就记载的他这个从当兵啊入伍那时候开始。他是出生在一个饱受地主迫害的雇农家庭。什么是雇农家庭啊？你这年轻人你可能不知道，那个富贵叔应该知道。那时候啊，地都不是农民的，是地主的。然后地主呢会利用一些手段，这个雇佣一些打手啊，强取豪夺。你不光给人干活，还得交税。朱爷爷的父母就是给地主打长工的，最后累死了。那不干了不就得了吗？不干活不行啊。这个朱爷爷是给人家打长工的，他没有地，人地主有地，他不种地他吃啥呀？哎，不懂小孩。后来呀，是这个解放军到了我朱爷爷他们那个村，老百姓才过上了幸福生活。解放军那时候在他们村办了一场演出叫军民大联欢。朱爷爷从这场演出开始才决定当兵入伍的啊。咱们就从这个阶段开始演，好吧？我读一下日记里边的内容啊。好。1949年11月11日，解放军来到了我的家乡。喂，清明，怎么了？我这边忙着呢。啊啊，你签吧，你签字就行，我赶不回去。啊，你赶紧把那批货发了吧。行行，好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好了好了啊，我这边有事儿呢啊。你跟谁说话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镜子。哪来的？捡的。哎，这怎么还亮呢？对呀，它咋亮了呢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这肯定是敌人的。你赶快去把它埋在山根底下，挖的越深越好啊！去。是。以后不要乱捡东西。就这样，我顺利的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。我听你讲军民大联欢这里有个环节，这个忙我想我能帮上。我帮你举荐个人，咱家你七婶儿，她在咱村平时有一个合唱团，
不行，让富贵呢带个头张张。行，那我就领他们就排练排练。那太好了，那太好了，那是七婶儿的活啊。七叔，我感觉你这个为人正直，形象也不错，你就扮演那个朱爷日记里边这个团长。行行行，难得这个木生信任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木生，我看我呀就演他那日记里那村长老侃叔，应该能行。你这属于本色出演，本来就是村长，是吧？马忠，你就扮演这个朱爷爷日记里边那个发小水生，没问题吧？你放心，我绝对完成任务。好，加油啊！这样啊，我刚才也想了一下，整场的节目，我认为斗地主啊这个环节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说呢，如果木生你能信着我，把这个节目整个交给我，保证让你满意，好吧？还木生满意，我都满意，你演地主正合适。你可拉倒去！拉啥倒？你从你太爷那边就地主，你还别瞎说是吗？那你说错了，其实祖辈是你们家。越描越黑呀！现在那地不都是你祖上留下来的？那你可错了，我实实在在跟你说，我们家可是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。你谁也不知道。行了，七叔啊，我跟你说，你俩也别想了啊。其实我说句不好听的，咱们今天就是一个宗旨，一个目的，就是帮助咱们朱老爷爷恢复记忆。是吧？所以呢，木生，我这样，我呢，我跟小李，我俩把这个主持这个词儿，我俩串联好。另外呢，我跟一水，我俩再编点快板，你看行不行？那太好了，没问题，太好了，行。这服装这块啊，大伙儿一定要别整漏了啊，多收集一些那个年代的这个服装。青莲，这你负责啊。好，放心吧。啊，然后大嘴儿呢？来这儿了，王总，你把舞台搭好。啊，你放心，把这活儿交给我们三个，肯定把这舞台搭成就跟当年的一样一样。对，一定是那个年代的事儿。完了，注意安全啊！啊，那个木料嘛，那个木料不是都得做旧吗？对呀，你多用点爆米杆子。王总，你顺便把那个就是那个木料那款子补过来。你可别了，你这小子，你这行了啊！我朱爷那边我还怕他醒了，我就先过去了，好吧？咱们也别管了，都各尽其事啊！好，大家辛苦啊！枪上来就干呗。找呢吗？像啥你都翻了。哎，你轻点给我翻的，我都刚找完，那里头没有，别给我翻烂了。那你这高东西怎么就没个数呢？你说我这都要排练没有服装，那你说我这地主怎么演呢？这是，再说那都我年轻前的东西，你这，哎呦我天！就你说那话吧，都老气人了。那八百年不死的玩意，谁能天天给你看着？我还得给你挂眼皮上啊。再说这玩意都不是我收拾的，那天小萌收拾的仓盘儿。啊，那你快给他打个电话，问问他。哎，萌啊，那啥，妈问你个事儿啊，就那天你收拾仓房的时候，有一个红色的小布包，那里边装的都是你爹年轻时候穿的衣裳，还有小物件啥的。啊，那明白了。那行，那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，那你忙吧，嗯。放哪儿了？没放哪儿。啊？当垃圾给扔了。你搁这给我归置上啊。喂。把我青春当垃圾给扔了？太拿我不当回事儿了。青春也没什么用啊。这都好几十年了，老头穿的是吗？啊，这能用啊，这裤子太好了。还有东西没？嗯，还有，这是鼓。哎呀，这行啊，这是老物件，这行啊，这挺好。还有没？嗯，还有这揣着刮大碗的。啊，那你以前也是文艺工作者啊？我以前呢，年轻人出过节目，我都喜欢那三句半啥的，俺们都说过。那你还记着吗？咱来一段啊。来一段吧。打
猪板碰猪皮，生产副业养小鸡，小鸡下蛋溜溜圆，给老太太零花钱，又买针了又买线，给老太太找活干。好，哎呀，来来，庆姑啊！哎呀，我这着急呀、啊！哎呀，你家这还真有老物件啊！啊，就这老物件你还都留着呢？那不留咋的？哎呀妈呀，咱家老四都给扔了。我说留着呗，万一以后用上咋？扔了干啥呀？不让留啊！过去呀、啊，从苦日子过人呐、啊，不爱扔啊，啥都好的呢。你看你穿哪件来？要不你能有我穿的吗？你找呗，咱这两件没有。我得试一试。姑娘，你把我那箱底儿呢都给我翻出来啊！你往底下翻，都搁这儿呢。都找来了吗？对呀。你看看，现在看这老棉袄，现在是不是你说那个？哎，你俩还用上了？那是是，就这几件吗？对呀。那叠上，叠，一件件叠。你看，这是过去都柳肩的呢，你看看。这还搁箱底留呢，这么多年你还能留着呢？我的老伴儿啊，我真得表扬你几句啊！这些老物件你都留着呢？当然，哎呦我没舍得弄。太厉害了你，满满的回忆呀、啊，老伴儿。哎，我说老伴儿，快看，哎，这件衣服你有印象没？当然有了。这件这不是当年咱俩结婚的时候，这我爹费多大劲淘的这么一件衣服？你还好意思说？结婚的被都是我妈给做的。能不能不提这个事儿？你这么一说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咱不得借你光啊？那时候真是那穷日子，天天挨饿呀，能穿暖乎的就是幸福了。别说穿暖了，吃顿饱饭我都知足了。咋的？现在跟老七混的，这日子不也好起来了？嗯，好。哎，他爹，嗯，老爷子什么时候能恢复健康啊？咱们家的活都停了，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老爷子身体我还真说不好，不过说真心话，他一天不好，咱就得陪着演一天。你说咱们现在能过上这幸福的日子，得多亏朱老爷子这样的革命前辈啊，冲锋陷阵，抛头颅洒热血的，没有人家咱能行吗？别说咱厂子现在还正常运转，真需要了咱们就把厂子停了，这忙不也得帮啊？我不忘初心嘛。你说的对。我说嗯，这条棉裤你瞧瞧，老爹最好的。哎呦，文才叔，你这字写的太好了吧？哎呀，好啥好？是小时候练的吗？是是，从小喜欢写。那这属于童子功啊！哎呀，啥童子功啊？青年，哎，你过来帮我把这衣服点点数，男的跟女的这都分开。行啊，帮我点点。真着笑，才搁那写字还得用童子功。你这话说的，那不都是从小吗？哎，青年呐。哎，你把字儿先贴一下吧，这有风啊。嗯，慢慢贴着。好嘞。嗯。呀，大家都忙着呢。杨总好。哎，杨总，忙怎么样了都？哎，杨总。哎。李哥，你这字写的真不错呀。我看他写的太慢了，我就特意喷了一幅。哎呀，大嘴。啊。这个喷绘可不行呀，那个年代没有这个。你看，我跟你说啥来着吧？那个年代根本都没有喷绘，这老爷子一看，这不就穿帮了吗？也是哈，反正大家都辛苦了 啊，这事儿反正你们就多操点心。哎呀，操啥心呢？你这也不只是你自己的事儿，这是我们整个象牙山的事儿。我们呢有一份力，发一份光。他俩负责这个晾衣服，
大嘴呢负责道具。杨总，你就瞧好吧，你看我搭那舞台绝对看不漏，是吗？哎，那你可真有两下子，必须的嘛，可真厉害啊。哎，这样中午我在山庄那边准备的饭菜你们上那儿去吃。不用了不用了，他们几个在我们家对付一口得了。嗯啊，那家里也没人做，秦良会做。对，我做。哎，辛苦了啊！那边不还忙着呢吗？那边不排练呢吗？你去那看看那边去吧。行，然后你们这边有什么事儿就叫我过来。行行好，辛苦了辛苦了啊！不辛苦，麻烦你们大家了啊！不辛苦不辛苦，哎，去吧去吧。慢走杨总，哎哎。